老婆回来了，在家你不知道给我开门，你不是带钥匙吗？哎，怎么了？谁欺负我老婆了？ 摔摔打打的，说话呀！你最好有个心理准备啊！又怀上了？我搞不好要辞职了。嗨，辞职那你不是家常便饭吗？至于这么严重吗？你懂什么呀？ 主动辞职和被迫辞职能一样吗？我现在能随便下岗吗？每一分钱对我来说多重要啊！咱们是既有内债又有外债，我丢什么都可以，就是不能丢工作。嗯，有道理。丢工作？哎，怎么回事啊？你别提了，破经理，三天两头定我加班。哎呀，那咱就加班呗。我能随便加班吗？ 我现在哪天晚上不是客呀？那也不能怪人经理啊。你又不想加班，又想两头都站好，那哪成了？哎，你替谁说话呢？你站在哪波呢？啊，反倒这事变成我的不是了。我加班他应该感谢我吧？一分钱加班工资不给我，现在我不肯加了，还变成我欠他的了。哎呀，这就是亚洲文化的特色，哪个亚洲人不加班啊？ 你要是不努力不加班啊，当心别人把你挤掉哎！挤掉你个头啊，苏春！你有没有搞错啊？我你老婆在外面受欺负了，哎，你不安慰我一句，你还替别人讲话，你脑子坏掉了？哎呀，你指甲好几天都没剪了，你当慢点，你这干嘛呀？我告诉你啊，你给我搞清楚，我不加班为什么呀？我不是为这个家，难道我出去玩了？我跟你说啊，你说什么说？全都因为你。 不好意思讲明了，人家男的有本事的，谁肯让自己的老婆在外面又工作又受气啊？你自己看看这个小区里边的，哪个女的不是在家又当太太又享清福的呀？哎，凭什么到我还拼死拼活的，没有你半句好话？哎，行了行了，都怪我不好，行了吧？本来就怪你。好了好了，都怪我不好。我老婆，那对咱们家的贡献，那是地球人都知道的，那是贡献大大的。你少来！哎，真的真的，没有你，就没咱这个家，咱这日子就过不下去。 别生气了，来，喝水。喝什么喝？那么烫。你看啊，我呢，只不过是想让你换个角度劝你嘛，不就是破工作吗？大不了咱不干了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俗话说得好，此处不留奶，自有留奶处。别生气了。有你这么说话的吗？好家伙！来，我给你看样东西。死样？什么东西啊？神神秘秘的。 做贼一样的，有你还抱我那么紧，哪管？什么呀？哎，什么奖金啊？奖金。 我帮别人画图挣的，叔叔看，抵你好几个月的工资了吧？随便花，只当你是失业救济金吧。你挣再多都没眼睛看，跟我没关系。耶，奇怪不啦？奇怪不啦？你刚才不是还说吗？你看别人男人多么有本事，让自己老婆享清福当太太，我这不是。 如数都上交了吗？你怎么还生气啊？那我那份工作要是不丢的话，加上你这份多余的钱，那不是双份了？现在平白无故丢了份工作，不等于多少一分钱？我，哎呦，我说我老婆呀。
那你可真是没办法呀。哎呀，这钱呢，一旦进了你的手，想要再让你掏出来，那可真比登天都难呐。多少？一万。你这么想啊？你现在每天上课挣的钱，都超过你的工资了。也就是说，有没有这工作其实都无所谓，大不了咱们不干，在家享清福。我不要享清福，我要挣钱。啊，挣钱挣钱！你都要辞职，还怎么挣钱啊？哎，海平，你不会马上就辞职吧？眼看要到年底了，你都一年干过来了，你好歹也要把年终奖金拿到手里头吧？放心哈，我没那么傻，想让我现在走人没门儿。哎，您看电影了吗？看了。怎么样啊，那电影？还不错吧，两小无猜，看过吗？哎呀，这可……当然了，经典。再见。哎，谁跑这儿办公来了？顾姐，你来了。谁干的？我还没辞职呢。我桌子呢？是你搬的是吧？好，那我今天就在你这儿上班了。你不是不愿意上班吗？那从现在开始，你就没有什么工好办了。啊，哦，对了，你的办公桌呢，就放在走廊里，就那个厕所旁边。从现在开始，你愿意看杂志也好，啊，看报纸也好，没人管了。但是我警告你，你必须老老实实的在那个办公桌旁边坐着，啊，不能离开。如果三次点名不到，你就是无故旷工，啊，那就是会被开除的。这个呢，可是公司工作条例明文规定的哟。行了。你也不用跟我讲这么多，你不就想让我辞职吗？可以，我辞，你把我奖金给我。哎呦，说奖金呐，哎呦，我差点忘了，你说今年这个奖金各部门还都挺多，这个比平均奖还多出几分。可是公司临时通知，年前先不发，年后，三月份统计统计再说。这个如果说统计的慢的话，四月份。五月份不，这个都不一定。所以啊，你就在你那个厕所旁边坐着，慢慢等吧。冷静，冷静，冷静！我女儿还小，我父母都老了，千万不能为了这个杂碎蹲监狱，一定要冷静。你旷工一次。你说他们凭什么扣我钱？凭什么扣我钱？啊！想叫我滚蛋，门都没有！我告诉你，从明天开始起，明天开始起，我就堵在厕所门口，我谁也不让上厕所，我看他们给不给我钱。哎，海平，你想开点吗？不就是那么点钱吗？弄得你心情这么糟糕，给就给，不给就算了。人不能为了那么点钱，连自尊都不要了。自尊值几个钱啊？自尊值几个钱？啊！你以为我真心疼那点钱？我也就是忍不下这口气嘛，你说凭什么？当时说好的，一年里面80%做工资发，20%做年终奖，那他现在扣的不就是我一年里面20%的辛苦钱吗？你说我凭什么忍下这口气？哎呀，海平啊，你先冷静点好不好？这样子吧，晚上等我回去咱们再说。我现在上班呢，你呢，现在赶紧回家，哪儿都别去。听见了没有？不好意思啊，我老婆单位呢闹点小矛盾。你这老婆啊，她不都是这样的，偶尔，偶尔。
喂，姐，我刚打你办公室，他们说你回家了，你没事吧？海总，你怎么哭了呀？出什么事了？你先别哭呀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你说呀。是不是苏纯欺负你了？啊？是他吗？我找他去。不是苏纯。那你说话呀，到底怎么了？好了好了，你等我啊，我马上过去。小刘，麻烦你帮我请个假吧。哎，好。不好意思，本来呢我想跟你一起坚守阵地的，但我想来想去，人家给的价位也就这样了，再高也不现实了。我家补偿点，自己出一点，随便找套房子住就算了，总比把屎拉在马桶里强，对吧？哎呦，老邻居嘞，不要不好意思，人各有志吧。哎，你们要走就走，我要留呢，你们也就随我留，不要来劝我了。哎，我要是能啊，出得起你们那部分钱，我也就搬了。那你多保重啊，我们走了。再见。再见。当心哦，别难过了啊。奶，自己当心。好好，放心。劝过了，哦，劝过了。老太太死犟啊，不过你们也要理解她家的难处。嗯，家里确实没钱，不行，我看你们就多补贴她两个吧。早就补贴过了，她现在啊，不是多要几个钱？哎，她靠这件鸽子货变成这金凤凰，你说我咋整？就这事儿啊，我还以为怎么了呢，看你哭的。姐，你干嘛给自己找不愉快呢？辞就辞呗，不就几千块钱吗？我补给你啊，别哭了。这不是钱的问题，他们这是故意的，让我坐在厕所门口，不是故意让我难堪吗？好好好，这样吧，我看你先别去单位了，去了也别扭。这事交给我吧，我替你想办法。你能有什么办法？你就别管了，放心吧啊。喂，怎么了？谁招惹你了？生那么大气？我姐被人欺负了。啊？你等会儿啊。我觉得呀，这事儿也就算了吧。啊？你想啊，人家铁了心的不给你姐钱，你姐还能为这点钱把人告了呀？现在哪个公司不加班啊？啊，你姐不加班，还对人总经理那么凶，人家不整了才怪了。你怎么这样说话呀？你到底像谁的呀？我只向着你。哎，这样吧，
你回去跟姐姐说一声，让她踏踏实实先把这年过了，别因为这点破事连年都过不好啊。听声音好像不太高兴啊。我不想说话，我烦着呢。工作上遇到麻烦了？我不想说，说了也得不到同情，好像都是我的错。说说看吧，没准我会同情你。同情有什么用啊？同情又不能解决问题。今天晚上我想见你。我没心情，我也没时间，我晚上还得回去陪我姐呢。你呀，自己回去清静去了啊。什么事儿？赶紧说。我帮你分析分析。就是我姐，她在单位被人欺负了，好几千块钱呢，他们单位赖着不给她。哎，我当多大的事儿？你说你姐姐真是的，上班都这么多年了，气量怎么还这么小啊？不就是几千块钱吗？拉倒吧，啊！你讨厌，我说了不说不说，你偏让我说，你不帮忙就算了吧，你还说风凉话，我不想理你了。不是我不帮这个忙，这忙我没法帮啊。那要怎么帮？再说这事儿也不值得我出手啊。何必在一棵树上吊死呢？再说了，这世界上原本就不是什么事儿都能如愿的，让他想开点吧。世界上就是因为像你这样什么都不在乎的人太多了，所以才有那么多平民百姓受欺负。你还觉得理所当然？你就跟以前那个皇帝似的，问百姓受灾了没米吃，你怎么不吃肉糜呢？皇上，我离皇上还差得远呢。那要依着你这个正义感很强的啊，替老百姓伸冤的小姑娘的意见，这事儿该怎么办？那当然不能让他们得逞了，怎么着也得把钱要回来。要不这样吧，我替你出个主意。你跟人硬碰硬啊，肯定是不行，但是你可以软抗啊。不就是想把钱要回来，再出一口气吗？你啊，叫你姐到地段医院去开个肝病证明，或者随便什么病，啊，心脏病啊、肾病啊都行，让医院先给开两个月的假，他也不必去上班，钱呢，人家单位也不敢不给。等混过这两三个月，谁吃亏就说不准了。嗯，对了，一定要让你姐啊，拿出长期泡病的架势来，要是过一段时间再拿个工伤证明。巨额的医药费去报销，人家肯定主动让他走人。我现在真是给你这小丫头搞得没办法了。为了讨你高兴，居然跟你一起玩这种猫捉耗子的游戏。那好吧，我要你去替我找医生，我要这两天就拿到病假条。又是我，这我不干啊！你自己去想办法，我都替你出了馊主意了。你不会让我把水也端你面前吧？我这个身份干这种事儿太丢人。你去，你去，你去嘛！我又不认识人。想想，要不这样吧，我给你个号码，你去找这个人，就说是我让你去找他的，他会替你办妥。不过说真话，海老，我还是觉得让你姐算了吧，为这点小事麻烦人，何必呢？闭嘴，快去，快把那个电话发给我啊。
这什么？病假条啊！您不会给日本人打工打的连中国字都不认识了吧？你看好了，上面写着休四个月，休四个月，也就是说三月份的时候我是肯定上不了班了，四五月也说不定，要是心情不好，很可能会休一年。麻烦你发奖金的时候别忘了告诉我一声，给我打电话，我手机24小时开机。没想到老人家人缘很好吗？嗯，你给我介绍的那个人啊，真的好热情啊！他给我找了好几家医院，他说多找几家，我们就可以彻底的打败他们。我说要谢谢他，他还说不用谢。那你光谢他不谢我呀？我当然要谢人家了，我干嘛要谢你啊？我人都是你的了。哎呀，你现在觉得是理所应当了，这样可不好，还是应该礼尚往来嘛。这个你拿上，万一要碰上什么突然用钱的时候，就不用担心了。我都说了我不需要了，你怎么还这样啊？我要是因为你的钱，我就直接去找大款了。请你不要拒绝我。如果你是希望在我这儿放个安心，那我收下。可是我还是要明确的告诉你，我真的不需要。知道。去吧。回来了，嗯，我等你都没吃饭。哎，对了，我们公司王丹带的那盐水鸭，你要不要尝尝？我不饿，我不吃了，我陪你吧。今天是你老板送你回来的？不是，一个客户，我们晚上谈业务谈太晚了，他住这附近就顺便送我回来了，主要是怕我不安全。都听说最近街上有狼头党啊，对准那种夜行的女人就敲呢。对对对，我也听说了。以后啊，你要是晚上下班晚了，坐公车回来，你先给我打个电话，我去车站接你啊。嗯，我先刷牙了，有点累了。好，哎，你真不吃点啊？真不吃了。好吧。回来了。先睡了。那今天我去隔壁胡家看了，装修完了，真不错。咱们家也装修一下吧。我看算了，这种房子再装也就这样。再说了，低调一点好。哎，我们以爸妈的名义买套房子。算了，树大招风。你这人有了钱不吃不喝不花的，衣服不许穿好的，家具不许买贵的，那你有钱有什么用啊？你怎么了？如果你真是这么希望享受生活，那你就扛着我脑袋去好。别忘了你的身份，你是我妻子，
这一出手几万十几万，钱哪来呢？行，你说怎样就怎样。不过你那女儿啊，成绩是真不好，我看想进好的高中难，好大学就更难了。你为她想过没有？当然想过了。放心吧，这些事儿我会考虑的。擦把脸。你弟弟晚上来电话了，说陈思福又给他送钱去了，问你怎么办。嗯，明天我给他打电话。他没说爸妈怎么样了。说你爸还是老样子，基本靠小菊伺候。你妈倒清闲了，整天出去打麻将。这要过年了，再给咱们寄点钱吧。我不在跟前儿，这照顾爸妈全靠我弟弟跟小菊了。寄多少？你看着办吧。哎，对了，这过年啊，我们老同学要聚会，在外地。20年了，真快，都老了。过年啊，过年我去不了。弟弟来，我们家好不容易才聚一次，你们怎么安排在过年这时候？还跑去外地呀？嗨，一个同学在外地开了一个酒店，管吃管住，就当度假了。你要去不了不勉强。在哪儿呢？还不知道，我等他们通知了。啊，睡了。咱们俩是不是好久没那什么了？现在真老了，一忙起来一两个月都想不到那事儿。要是以前，绝对不可能的。这人家30岁和40岁差别真大。尤其是男的。嗯，我今天有点累了。下次有需要先预约一下。要不咱们暂定礼拜6怎么样？你还以为你专家门诊要预约啊？我是觉得我们两人老这样实在说不过去，才主动安慰你一下啊。不领情算了。看见我们经理那个馒头脸，当场就绿了，我快爽疯掉了。这下你解气了吧？可以高高兴兴的过年了。你也是的，你说你怎么不早点认识他？你要早点认识他，我怀孕那时候也没必要挺着那么大一个肚子，工作到最后一天，哎，临生前一天才放我休息啊，还有说是让我休产假，一分钱工资都不给我。No, 你现在要这样说了吧？我不是那意思，我就是有感而发。我真觉得现在你要是没有熟人，没有后台，办事根本不行，只有被欺负的份儿。就是什么呀？我还说你呢，你打算以后跟他怎么办啊？跟这样一个男的混多久？不是我没警告你啊，小北迟早会知道的。你说你跟他，我跟他不会有结果的。他是个走仕途的人，和我呢不过是朝露，找个机会我还是要和他断的，这点我想得很清楚。切，就怕你想得清楚做不清楚。姐，干嘛？
过年的时候有两三天呢，那个宋说要带我出去一趟，他说万一小贝问起我，你得替我想想办法哦。你就做吧，我发现谁越对你好，你越拿谁不当回事儿。你有这么骗小贝的吗？这也是我的痛苦所在嘛。我现在就像一半是海水，一半呢是火焰，我两边都欲罢不能啊。其实我也知道这种情况不会持续太长久，只是我还没想好，我下不了决心嘛。这个周末爸妈过来，叫小贝一块儿过来吃饭吧。嗯，喂，你好。是小郭吗？对，是我。您是哪位啊？是我是经理啊。哦，您好，有什么事儿吧？最近身体怎么样啊？身体不太好，是好是坏吧？主要是同事们呐关心你。关心我？不会吧？您不是说还要把我放在厕所门口气死吗？我这个身体吧，真挺奇怪的。心情好的时候吧，什么事儿都没有；要是心情一不好，尤其想到有人要气死我吧，我就头也晕，这个站都站不住，真的不太好说。哦，是这么回事。我刚刚和老板开了个会，老板呢也非常关心你，专门嘱咐我呢给你打一个电话问候一下。哦，那您替我谢谢他。你看这样好不好啊？如果明天你有时间，并且呢心情好、身体好的情况下，能不能来公司一下？咱们面谈一下。好，我看明天身体情况，我尽量吧。啊，好好好，那好，你多注意休息啊，咱们明天见。好。喂，海藻，哎，我刚从办公室出来，我跟你说啊，他们要我辞职，连辞职报告都替我写好了。那你怎么办？我签了呀，啊，反正钱都拿到了，还怕什么呀？那你还打算找工作吗？过完年再说吧，我想先陪陪女儿，现在反正终于有大把的时间可以陪然然，可以办年货了。哎，你点名想吃什么，我给你买。嗯，好，我和你一起去。你不用上班啊？没事儿。那好，一会儿见啊。来，请请请，这个好喝啊，只多拿两颗啊。哇，哎，这个可以，苏纯爱吃，不能再买了，不，真的不能再买了。哎呦，慢点。我来，小姐，我来，哎呀，你真是的，你富贵又抢工资啦！今年是坐直升飞机上的，终于过上了工资过万、上两天休五天的日子，我的梦想啊实现！上两天休五天，还过万了？过年终奖存起来的话就差不多了。哎，姐，你还记得上次我去无锡的事儿吗？啊。那边的款到账了，我们老板这两天换了一辆宝马。要是没有老宋啊，估计他现在还在跟人家纠缠呢。所以他只是拿老宋的钱呢，转手分了我那么一点点，他拿的才是大头。我看到这两天真是乐得屁颠屁颠。
来了，刚办了点年货。哎，这不嫁给你吗？刚刚通知我让我回去，我这也用不上了，我就打算给您家里送去，都在车里摆着呢，要不然我带着过去。过年怎么回去？这开车回去。换车了。无锡那笔款子一到哈，您猜怎么着？赚的正好能买辆宝马。那就是说无锡这一趟赚了不少了。你小子怎么有一个就花一个？有没想着把公司做大点？我正是这么想的。我买车可不是为我自己啊，那是为了公司的面子。您想想，现在这人，你开奥迪出去，他都不搭理你，觉得您没实力。那你是不是觉得开一宝马就有实力了？什么时候回来？怎么也得初十吧，工人全都走了，回来怎么也得十五。我一直在公司里待着也没劲呢。这样，你初八就回来吧。初九有一个港商来，你全陪一下，就开你的宝马。行，不过大哥，有什么好处没有？没好处，不愿意啊？那我找别人。哎，别，愿意愿意，就是这真的没好处。你呀，一看就是个成不了大事儿的主，鼠目寸光。人做事不是图短平快，也许你干了十件，只有一件有好处，但就这一件，够你吃一辈子。做事儿的时候，先不要想着回报。有了这心态，你才能往高走，懂吗？懂，懂吧？你懂个屁！终于失业了。哼，这不挺好吗？你又不损失什么，这是最好的结局了。再说了，你现在两个学生一交，挣的钱不是和上班差不多吗？还清闲呢。到时候然然来了，咱们正好多陪陪他，一解你我的相思之苦。怪不得人家说女儿是爸爸的前世情人，一点都没错。我发现一个女的要是生了一个女儿啊，是特倒霉的一件事情。不是我重男轻女啊，我也挺想给自己生个前世小情人的。行行行，就算你给自己生个儿子又怎么了？你照样捞不着什么好。你再怎么疼他，等他一长大，你还是白疼。那至少前十八年是属于我的吧。那也不一定，现在呢他们孩子都早恋，只怕等到他十四五岁的时候已经不属于你了。再刨去以前的时间，你顶多也就只有十一年的乐。十一年就十一年，我愿意。啊，乐意乐意。今天礼拜几啊？怎么了？礼拜天我跟海藻要去接站的，到时候你跟小贝在家做饭，行不行啊？哦，我跟小贝，我们俩说什么呀？什么叫说什么呀？有什么说什么呗。不是，我现在都不好意思见人小贝，他要是问起房子的事儿，问起咱首付的事儿，我怎么回答呀？这个孩子真是陷我于不仁不义啊。他们俩的事儿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你就当统统不知道好了。再说了，你们男的聊什么不行啊？啊，美国那个什么大选，还有什么金融危机，非要聊家里的干嘛呀？听见没有？哦，可是我这人这么老实，我要是编不出谎话怎么办呢？你想死啊？